丢给，别站后边。我的小月，别碰我啊！我的小月像你对象的男朋友。他谁啊，小月？不是，你管我是谁啊？来我们村你还问我是谁？来你们村你都很牛呗？啊，来你们村我就非要知道你是谁呗？村长是我爹，你爹就是村，别说村长，你爹就是县长，你就能横行霸道是不是？你是想挨打吗？你以为我是下蛋的吗？啊？不用管他，小月，不用管他，不用管他，不用管他，让他打，让他打。啊！你别用这些三岁小孩玩的东西吓唬我啊！你感觉我是下蛋的吗？小彭总，走！啊，你感觉我是下蛋的吗？啊！你走！他是谁啊，小月？回去我跟你说，你走。小壮，他们太浪了！小壮，见你是打你是！小子，你以为我是下蛋的吗？走！他是谁？别去说，先走，来，别打他。你父母怎么想的呀？那也不能嫁一个。是不是脑袋不清醒的人呢？那跟他结婚这一辈子咋过呀？那你爸妈都不为你下半生着想啊？
想办法处坏了，有啥事都啥都敢上。所以你尽量别刺激他，怕他啥事都做得出来，你弄到我心里面不舒服，对吧？就是希望你以后你不要嫌弃我就好。怎么会呢？要是怕你们家父母知道这个事情的话，会觉得小月不是亲生的，那父母肯定对他教育各方面呢，就是感觉可能不是人家的孩子那样的，有什么修养啊、礼貌啊、干啥的，我总觉得反正内心就是比较自卑吧这一块儿。你想多了，小月。其实我是那种讨好型人格的，你从小到大都是那种，其实就是大大咧咧、嘻嘻哈哈型的。因为我怕我一做不好，就爸爸妈妈也不喜欢我，都喜欢姐姐，所以我怕他们不要我。以后有我在，不管什么事我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，小月。好吧，别哭了，好吧，这个有我在，懂吗？小月，小月。小月，你睡了吗？这么晚你怎么来？出来一下，出来一下。这么晚你睡了？我刚躺下，还没睡着。爷爷奶奶呢？躺下了。来来来，来这边。你这么晚这来干嘛？山路不好走。不是今天那个。下午不是你哭了吗？我有点担心你，都是躺在床上也睡不着，我就过来看看你。没事儿。然后我给你带了一个礼物。什么礼物啊？当当当当。蛋糕。你不是喜欢吃甜食吗？哦，我想着谁过生日，你过生日。没有，把它打开尝一下。小月，我问你个问题。你说。你知道我们在一起多久了吗？知道。我们在一起28天672个小时40320秒。天哪，你算这么精细的吗？肯定了，对我重要的人，我肯定不管什么事都记得很清楚呀。哇。好看吗？好漂亮。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小星星吗？这都代表我的心。开心点。平安好运快乐幸福，谢谢。这是我心里话，来为你点着，然后你洗个愿好不好？你把它放在地上吧，要不别烧着你了。想好许什么愿了吗？这么快啊？你许了什么愿呀？我许的爷爷奶奶身体健康，爸爸妈妈工作顺利，然后就是一家人早点聚，不要老是分开。没有你呀，怎么不会许一下你自己呀？我觉得家里人好了，我自然就开心了呀。虽然说是。但是我觉得他们把我养大了，这份恩情，就觉得真的是要报答他们，一定要让他们幸福，他们幸福我们就快乐，就很高兴。所以愿望一定要让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好。小月，你把它切开尝一下，好不好吃？哦，就是说切开，先给你尝一下。
我不喜欢吃甜的。少吃一点，哎呀，不好吃。小月，其实我一直都想跟你说，如果哪天你很疲惫、很累的时候，我一直在你身边。如果哪天你真的撑不住了，没关系，你告诉我，我拉了你的手继续往前走。记住，还有我呢。谢谢你，小哥哥。你吃吧，你先吃，你先吃。我要减肥，你先吃。晚上我不怎么吃东西。为什么？我记得你很喜欢吃甜食，所以就买个蛋糕。小月，今天晚上你肯定没吃饭吧？吃了。我敢肯定你肯定没有吃，让你多吃点蛋糕。本来今天我过来的时候去给你买火烧了，但是已经关门了，我去的有点晚。你专门去买我最爱吃的那个火烧吗？是呀，但是它已经关门了。这么好。小月，其实我一直都想跟你说，如果哪天你很累又很疲惫的时候，我一直都在你身边。如果哪天你真的撑不住了，没关系，你告诉我，我拉着你的手继续往前走。记住，还有我呢。不要什么事情都自己扛着，以后你的背后有我这个人存在，一定要记住。不管有什么事情，咱们两个都一起去面对，好不好？好。其实认识你这么久以来，我觉得慢慢的我就有依赖你，那你在我身边这段日子里，我觉得满满的都是安全感，越来越信任你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你和我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开开心心的。小月，我先回去了，如果再晚了我怕吵到爷爷奶奶休息。好，就天确实晚，我怕你下山不安全，我去送。没事，然后吃不完了你就把它放在冰箱就行了，好吧？好。然后你也早点休息，知道吗？我会早点休息，我会送你下去。不用不用不用，天晚了不好走，你们待在这里吧，待在这里吧，你然后你收拾一下吧，好吧？你路上慢点，你到家一定发消息给我。好的，好，慢点啊。拜拜拜拜。小月，小月，呀，你小子怎么在这里啊？我说不让你来了。你说不让我来，我就不来了吗，小子啊？你干嘛呢你？啊？把铁锹放下。你干嘛呀？你啊？走，你干嘛？放下。啊？你到奶奶那，我说你这小子啊，奶奶放那儿，把铁锹，你坐这儿，你放哪去？把那铁放那，放回去。你要气到奶奶了，小壮。就奶奶能治如此。没事没事。哦，我有奶奶在，你不能放生气。没事没事。小壮，你这小子呀，就不听话，一大早就过来堵你，说他好像脑子的一根筋。过来，坐着，你再跟他闹了，你不行，再闹了跟你爹交代啊。就是一根筋，没事，他还小，我不生气，你也别生气了，小月，啊，奶奶也别生气，啊。小芳。哎，奶奶。你只要那的那爷爷那奶奶在，你什么都不用害怕。好嘞，奶奶，我不是害怕，我知道他是个小孩，我也没放在心上，我就
第一担心小雨，第二我也担心你奶奶，怕你她提到你这你身体不好。我是，因为她不会对奶奶我俩造成啥伤害，她主要是对你，是，一见你，肯定是村上的人给她说啥，不然她不会这样子，她平时也不这样子，最多有点无理取闹，让我陪她玩了，下山去。镇上逛逛啥的，这样淘气点，其他没有啥。小月，别不开心了。咱今天打算带你再哼去吧。嗯，再哼，但是整得我也是。哎呀，这算个什么事嘛？啊，走，走吧，我陪你一起去。那去摘个，我想摘回去，你带回去套吃。可以，走吧。然后把那个防晒衣穿上，你怎么不穿呀？我早上穿上，我感觉汗流浃背的，还不如穿。你没穿习惯。这闷的，我感觉。别晒黑了，晒黑了都不漂亮了。好，穿上。帽子要戴不？可以。戴上不晒黑了就不好看了嘛，是吧？走，开心点。我们去摘横，我去拿个盆子。可以，我们去摘横了，奶奶。我们去摘横了。哇，这么多！熟了吗？你摘下来之后，然后回去放一下就可以了。你看，还要放一下是吧？现在不能吃是吧？不能吃，现在摘到干嘛嘛？你还别说，你这帽子买对了。好看吗？你看好看。好看。知道你喜欢就行。你来摘，我觉得不行，咋要脱了呀？这防晒是好，但是这个摘桃子方便，还不晒黑了就不好看了。你没事，我再捂白一点以后，我再见。往哪里摘呀？快接着，嘿。好了吧，别摘的太多。差不多了吧，小玉。差不多了吧。